OK，我们开始吧。2021年4月6日，你今天吃的什么？双油（括号葵花籽油、牛油反括号鸡胸炖萝卜539克 B 根果仁，维 D 一滴，维 B 2滴，K2 1粒，乙醚定甲酸锌，one mega powder capsule，C 200 milligram。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？冷、食鱼、手、实战力。你今天睡眠怎么样？五三四某某白磷。你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？复制粘贴里边仍然有极大的机会。你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？强磁场减少碳酸钙沉积的原理到现在还是解释的不清楚。你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，将科技转化为产品。你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睡眠的时间记录不稳定。你最恐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只吃一种东西，然后造成其他关键营养缺乏。你最感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能有活套人当饭吃来做实验。你未来想做什么？了解一下工业中活套壳是怎么被撬开的。